河北省新乐市，古称新市，地处华北平原。相传远古时期，人类始祖伏羲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从新乐市区向北2公里有一个何家庄，现存当地著名的历史文化遗迹伏羲台。相传农历3月18是伏羲的诞辰日，所以在每年的这一天，村里就会举办庙会和各种庆祝活动，向伏羲表达敬意，祈求幸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当地的传统节日3月18庙会。据说这个传统已经保持了上千年。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座古代的高台建筑在节日的喧闹中默默伫立，这就是新乐伏羲台。在新乐的城市乡村，自古以来就一直流传着关于伏羲的种种传说。在当地老百姓的心目中，伏羲不只是人们所敬仰的人类始祖，更是生动熟悉的传奇。相传古代洪水滔天，唯有伏羲和女娲得以幸存。他们乘坐一只大葫芦，随波逐流，飘到一处土岗前停了下来。他们便在这里弃舟登岸，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这处土岗因此叫做葫芦头，而土岗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新乐。2006年的一天，在距离何家庄20多公里的新乐县城旧址，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在县城安镇中学操场北面的一座清代庙宇建筑遗存中，发掘出一块石碑。清理了表面的泥土之后，人们发现石碑上刻着2个字：“景熙”。就在那个园里，同志们可以看到有好多古碑刻、古石构件。这些石构件由这个大竹子的柱础，这柱础并且非常大，还有两块夹在一块，还好多碑文。碑文曾经有一个碑首是京西书院，并且还有一块残碑，就专门记载了京西书院这个命名的这个来历。命名的来历也就是说为尊崇伏羲氏。原来这处清代建筑遗址原先是一座学校，景熙就是它的校名，而这个名字既表达了清代的新乐人对伏羲的思慕和敬仰，更显示出他们继承伏羲文化传统的良苦用心。新乐的旧县志里还保存着当年书院及文庙建筑群落的手绘平面图。不只是学校如此，就连新乐县城中的一些古老的地名也带有伏羲的影响。根据地方志记载，新乐县城的南城门叫做景熙门，寓意出门10多里便是伏羲台，而西台小日、浴池流洪都被列为古代的新市八景。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加遥远朦胧的历史深处，伏羲这个传说中的三皇中的一人，他真的存在过吗？他所代表的伏羲时代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的伏羲台在当地老百姓的口中又叫做人祖庙，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分布在一条中轴线上。这条中轴线上的所有建筑都建在高5米左右的夯土台上，并且一层层的逐渐加高，形成高低错落、重点突出的平面布局。伏羲台从南至北依次为6座殿、龙师殿和寝宫。在历史上，
新乐多次遭遇战乱，伏羲台原始的建筑大多被毁，历朝历代都曾经重修多次。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庙宇和殿堂大多是上世纪90年代重新修建的，但是有一处建筑却是一个例外。伏羲庙中的六左殿原名十王殿，在一根柱子的顶端刻有元大德5年3月瓦留三的字样。据此人们判断，十王殿是伏羲台现存建筑中最古老的部分。现存的梁架大部分是元代的遗物，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正脊的花式突破了一般的北方建筑特色，其表现手法突破了官方所规定的式样，带有浓厚的民间风格，古朴大方，非常罕见。这座建筑的梁架大木为自然形材，不加斧凿，四根金岩柱用当地黄山石制造，形状为不等边的八角形状，坚固耐久，古朴壮观，同样体现出元代粗犷大气的时代风格。上世纪50年代初期，伏羲台周围还留存有比较完整的人工夯土城墙的痕迹。它高4米，上宽3米，下宽8米，总长度达到了1200米。可惜，现在城墙已经荡然无存。在伏羲台的北侧，仅存一块夯土层城墙的痕迹依稀可辨。这一块，这是土城墙的夯土层，你看它层次非常明显。这一层，这一层，这上面还是一层。通过调查，人们发现，伏羲台共分为上下3层台，用当地的袈裟黄土罗叠堆积而成。第3层台呈现不等边的八角形，又称八卦台。传说伏羲始化八卦于此。伏羲台总高约27米，主体建筑在方圆10几公里清晰可见。有一个特殊明显的特征，在第一层台的东北角，由上入第二层的一个缓慢斜坡，也就是当时在建设庙宇的时候，一下到2层台、3层台就比较困难了，所以产生了第一层台。第一层有些建筑构件，大的构件，就是车辆啊，或是人腿啊，一步登到3层台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把东侧又建了这个第一层台。第一层台从东侧这个东北角推着上去，省劲、省力气，也便于运输，这样产生了3层台的。残留的城墙和夯土遗迹显示出伏羲台昔日庞大的规模，保留至今的元代建筑又暗示着扑朔迷离的历史线索。据伏羲台残存的古代碑刻记载，历史上伏羲台曾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修缮，虽创始不知自何代，重修不知凡几次，而历代相沿，成成迹迹。这充分说明了伏羲文化在新乐的源远流长。历史上伏羲台曾被称为西台城、伏羲城、古冶台和义台。扩地志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冶台一名义台，在定州新乐县西南63里。向振文认为，这里所记载的正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伏羲台。继续翻阅史书，在《史记·赵氏家》中，向振文又找到了这么一句记载：17年，王出九门为冶台，以望其中山之境。这句话说的是，公元前309年，
赵国国君赵武灵王穿过九门，登上野台，远望齐国和中山国的方向，运筹帷幄的情景。如果这里的野台指的也是伏羲台，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早在战国中期，伏羲台就已经存在了。新乐本土的专家学者也都持有同样的观点。因此，在今天的伏羲台东北角立起了一块野台的石碑。但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研究员龚长伟对野台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赵武灵王所登的野台绝不会是今天新乐的伏羲台，因为新乐本身就位于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境内。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位于今天河北石家庄一带的一个诸侯国，也是当时赵武灵王一心想要征伐的对象。从情理上来说，赵武灵王应该在赵国国都邯郸的郊外，才可能远望中山国的方向。那这野台呢，我分析应该可能是今天邯郸市的琼台，这个琼台有可能是，或者是野台是琼台的别名，这样比较稳妥。也许这块碑上所记载的野台之说还是一种牵强的附会，在研究者的眼中没有证据能够支持这种说法。在古代的典籍中，关于新乐伏羲台最早也最可靠的记载还是《魏书·地形志》里的文字。新氏、二汉、晋蜀，有蔺相如冢，西台城、新氏城。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伏羲台目前最早的文字出生证明，汉代。但是这个答案并不能解答人们心中的疑惑。汉代离传说中的伏羲时代仍然相隔了几千年的时光。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详细记载了黄帝和炎帝的事迹，但是对于伏羲，他却语焉不详。其中原因我们已无从得知。也许在2000年之前，对于伏羲，人们就已经有了和我们一样的困惑。院子里的这残存的十块明清碑刻，上面记载着伏羲台的历代变迁，记载着伏羲氏的功绩。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碑刻上的刻文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在这块立于清朝嘉庆24年，也就是公元1819年的重修伏羲庙祭石碑上，当年的修缮者同样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创建者不知始于何时，鼎新者不知立更几代。2001年的一个清晨，几位何家庄的村民正在伏羲台围墙以南的空地上挖坑植树。突然，一位村民手中的铲子好像碰到了什么，他跳下土坑，用手小心刨开泥土，一件陶器显露了出来。很快，一同植树的村民也陆续挖出了一些陶器残片和建筑构件。他们将这一发现立刻报告给了新乐文管所。经过整理发掘，人们发现在伏羲台台基周围及周边地带1米多的浅表地层，到处都有商周、战国、汉代早期徽陶、袈裟徽陶。除此之外，还发掘出不少带有云纹、回纹等纹饰瓦当等建筑构件。在这其中，大量带有粗细绳纹的袈裟徽陶和徽鹤陶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它们的材质和花纹代表了典型的商周时期文化特征。直到今天，这样的粗陶残片在这里的地面上仍然随处可见。
这是一只陶碗残片，根据这个陶器的质地的造型，恐怕要早于商周的早期。这是两片瓦当，但是瓦当还是不是一个年代，这一片比较早，因为它上两边都有纹饰，这个恐怕要晚一点，这就是它发展的细部纹。现在地表裸露的大部分是商周时期的，所以我们称这个伏羲台第一生成器是商周时代。在伏羲台不远处，横亘着一条宽10米左右的人工引水渠，这是酝酿论证了近半个世纪的南水北调工程中线引水渠道石家庄段。来自遥远长江水系的水流源源不断地流入华北平原，最终来到供水形势日益紧张的北京和天津。正是这条水渠的修建，使新乐伏羲台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起来。在战国时期啊，它属于这个战国中山国的疆域，它是地处中山国的南部吧，中山国的南部。那么它距这个中山国的国都，也就是中山灵寿故城，不足百华里啊，距离非常近，也是战略要冲，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啊。所以说这个新乐这个不仅是这个历史丰厚，而且出土的文物也是非常丰富的。和当年的三峡工程一样，南水北调工程也催生出一场文物大抢救。2006年初，当南水北调中线引水渠道工程石家庄段即将开工之际，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徐永杰带领的文物抢救发掘小组来到了这里。考虑到伏羲台的悠久历史和曾经的考古发现，徐永杰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伏羲台所在的何家庄一带。2006年4月，考古队正式开始了发掘工作。这是当年考古队工作时所留下的影像资料。在徐永杰的带领下，队员和当地的村民沿着何家庄村北一条南北向的土路两侧挖出了许多方块形状的格子。在考古学的术语中，这种方格叫做探方。考古队的钻探工作面积一共是15000平方米左右。在何家庄的考古发掘现场，向振文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他对这次的发掘抱着很大的期望。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徐永杰他们很快有了收获。徐永杰和他的同事发现了大量袈裟灰陶和灰褐陶。陶器的表面多装饰有细绳纹，这些发现和2001年的发掘相互印证。经过考古类型学的判断，这都是属于商周时期的文物遗存。伏羲台现在的地面建筑是一处元代建筑，保存的建筑，现在我们见到的房子是元代以后的建筑。伏羲台这个地点呢，我发掘期间也多次到伏羲台去看着，在伏羲台的地表可以捡到这个大量的瓦、陶片等等，这些东西呢年代基本上都是战国的。商代的考古遗存呢，实际上在我们何家庄遗址也挖到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徐永杰在大量商周时期的袈裟灰陶和灰褐陶当中发现了一些异样。一些零散出现的泥质橙红色陶片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陶片也装饰有细绳纹，
有的表面上还呈现出紫红彩。它们与商周时期的袈裟灰陶和灰褐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比对，它们被认定是双耳小口尖底陶瓶、彩陶钵和袈裟绳纹陶罐的残片。这些彩陶片的出现令徐永杰眼前一亮。一直到工作结束的时候，向所长到我们工地来，我才跟他说，我说向所长，你的伏羲我给你挖出来了。但这个老向跟我讲是哪呢，伏羲在哪里，我知道我们地上的陶片框里边陶片讲，我说这就是你的伏羲了。最后徐教授非常高兴，他说老向啊，你的任务我给你完成了，找到了伏羲，也就是找到了新石器时代。徐永杰和向振文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一块小小的陶片怎么会引起他们如此的兴奋呢？这些不起眼的陶片难道就代表着伏羲和他的那个时代吗？徐永杰发现的陶片在考古学中被称为彩陶，它是指古人在打磨光滑的橙红色的陶坯上以天然的矿物质颜料描绘花纹和图案，然后入窑烧制而成的陶器，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制陶技术。今天彩陶成为人们研究那段远古历史的重要依据之一。通过彩陶质地、图案、花纹和造型的变化，可以推断出考古遗迹的时代早晚和原始生活生产面貌。1921年，考古学者最早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史前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彩陶。从此之后，对于那段没有文字可考的中国远古历史，人们找到了一个新的时间坐标——仰韶文化。它的时间跨度为距今6000到5000年之间。彩陶就是仰韶文化的标志。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彩陶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东北的大地湾。从1978年到1984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此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彩陶。它们制作工艺非常原始，表面会有简单的几何与动物图案。通过研究，学者们判定大地湾遗址最早的年代为距今大约7800年。换句话说，如果以彩陶作为衡量时间的标准，大地湾就是仰韶文化的发源地。令人惊讶的是，这里同样也是传说中伏羲诞生的地方。而在传说中伏羲生长的河北新乐，同样发现了代表史前文明的彩陶。这两者仅仅是一种巧合吗？按照新乐当地的东迁说，伏羲是因为气候和生存问题从甘肃东迁来到河北的。从天水大地湾到新乐，直线距离为1000公里。在那个混沌蛮荒的远古时代，伏羲经过了什么样的漫漫旅途？又在哪些地方留下了生活的足迹呢？